作为一个影视的工作者，在哪里倒下就在哪里站起来。江山秀丽，叠彩风铃，问我国家哪像烟兵。谢谢谢谢，非常感谢树主席，那个非常给我很大的意外，我真没想到会有这个荣誉，不过我也非常高兴，我自己入行已经几十个年头了，光是在电视方面呢，已经发展超过40年，非常感谢大会，给我这个荣誉，我也非常荣幸。能跟很多优秀的电视人同在那个台分享这个荣誉，我希望以后继续我们的努力，拍好很好更多的好作品，给关心我们电视工作的还有广大的观众。非常感谢，再一次感谢苏主席、苏太太，还有组委会的各位，感谢，谢谢。那个是我从事影视行业这么多年来讲的话。我不会讲了，感谢。